今二十一世纪还有什么样的地方会如此的诡异？本身是背包客是进不去的，一种是我来这边玩的，那一种是来这边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用生命玩遍世界，体验难得奇观。我在往下爬的时候，我生命当中听过最可怕的恐怖故事，做过最可怕的噩梦，在那一刻通通在我脑海中都能冒出来，这么恐怖啊！真相 hold 得住，今天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